觉得嘴巴吧，毕竟男生我觉得薄嘴唇会比较帅一点，像李现那样子。男生的五官每个部分最有魅力。我觉得应该是眼睛吧，我觉得双眼皮的男生比较有魅力。就是我最近在看一部剧叫《流淌的美好时光》，里面是马天宇演的，然后他的眼睛就很大，我觉得就很帅很可爱。我觉得男生的眉毛最有魅力，是男生那种浓眉那种有棱角那种剑眉，特别帅气。我觉得鼻子比较有魅力，因为男生的鼻子比较高，然后就会很帅。鼻子吧，还有长睫毛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眼睛吧，单眼皮男生会觉得好看一点。如果您觉得长得好看会很加分吗？男生长得好看是想要深入了解的前提，但是人品是决定是否继续交往的条件。和下巴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。您认为长得好看会很加分吗？那当然，那看五官嘛，那难不成还看内脏？